下午的2点42分，记者呢起完床后，跑到我们隔壁大龙街的阿华小吃来喝个酒。你看，叫了一瓶啤酒。今天是我们那个霞海城隍庙，台北霞海城隍庙在迪化街的圣诞，记者早上也去参拜祈福过。哦，他们那边有半桌的，6300块一桌。在网络上都有报名的，我叫着他的水饺，阿华的美食水饺最有名，他的腊二是我最喜欢吃的，猪头肉也非常好吃，花生，我自己早上花了700块买一只麻油鸡，一半呢分给我们那个，我们那里面的老师，谢谢他们的，帮忙，所以给他们吃了一半的鸡肉啊，这个。留着这边一点呢，拿到我带来这边吃，喝点配个啤酒，啊，心情不好就喝点酒，然后在这边慢慢的等开奖，还未加入会员，你赶快加入会员，不要傻傻呆呆的。告诉你哦，我有30年的经验，我不是从不吹牛的，我的网络都公开的，有赚没赚，没赚我有那么多会员干什么？人家跟着我干什么？你们自己傻傻呆呆的要怪谁呀？是不是老会员？你不要自己以为你多了不起，你的方法技巧绝对没我好了。哦，我会带你去赔钱吗？目前一个月会员最少赚3、5万，对不对？乘0.1就可以赚到3、5万，乘以一是赚30万到50万呢。你们的脑袋不要错误了啊！哦